六字气诀是通过六种呼吸法，突音，就是在呼气的时候突出六种声音，然后对应着五脏。我们的五脏是生命健康的根本，你储存了五六十年、六七十年的垃圾都没有排出去，你更排不动了，它就开始发酵成毒，它就毒害你的五脏。啊，就是到了晚年，我们不修炼的人都很辛苦。这个总共的整体的把你的中央的身体的上部、胃部、下部的所有的浊气都通过这个中脉这个气管、食道管怎么样排除了，就是全身的。所以这个肚子要不停的往下什么压，然后这个就是六字气诀的正确发音法。是六字气诀是把五脏六腑中的大量的这种黑气、浊气，那么带着黑色的因子把它吐出来。原来这个有一些地方很不舒服，结果练练六字气诀，练练这个呼吸法，哎，一下子就顺畅了。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